さんこんにち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志秀，欢迎收看日文二的节目。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第六课「mina みんなで五刀五代マシオ」，这个日语动词加上劝诱的助动词「マシオ」，还有客气询问的「マセンガ」，还有复合词的用法。那么一开始，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词。那么，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一起来练习。 皆さん一緒にどうぞ。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奇蛮，很高兴的，我们又要开始学日文了。那前一个讲次呢，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基本结构跟中文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动词在后面，名词在前面。 他们的关系呢是要靠格助词来显示的。那所以这个讲次开始呢，同学们就可以比较用心的来注意一下句子里面的呢、的、哦这些助词的用法跟它的功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更好的学习。那对日文呢的掌握性也会越来越好。那学日文就会很有成就感，也会很开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讲次的单字，a r u Kikata。 歩き方、お鍋、お鍋、ゲームゲーム古典文学古典文学スキースキー肉まん肉まん話し方 話し方野菜鍋野菜鍋歩きにくい歩きにくい使いやすい使いやすいわかりやすいわかりやすい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 住みます住みます。作ります作ります。手伝います手伝います。やりますやります。お花見をしますお花見をします。見物します見物します。 Solo そろそ o そ o そろ、北海道、北海道、横浜、横浜、中華街、中華街。以上是我们这一课的单字。好，那我们学习到了呃这一课的单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课的句型跟文法。那么一样，我们欢迎邱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Q 先生，有的机构应该希望死。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型，我们学习到的是 minade udai udai masho 的这个用法。那这里我们学习到的是圈诱的助动词这个 masho 的这个用法。那么在五段动词的时候，我们来看呃这个助动词 masho 前面的话，它的假名是一段音的音。譬如我们来看例子。 みんなでウいましょう。用一段音的音来加上ましょう，也就是把マス改成ましょう就可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歌吧。一自車で行我们一起搭我爸爸的车去吧。这个行きマ改成行きましょう，把マス形换成ましょう，就是我们这刻要讲的劝诱的ましょう的用法。公園で遊び 在公园玩吧，这个阿索比马斯改成阿索比马修，在公园来玩吧。我叫糯米马修来喝茶吧，我叫糯米马斯改成糯米马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上一段动词还有下一段动词的这个接续。 这个 m a s l l 呢，它的前面的假名是一段音的动词，只有一小部分是上一段动词。那么其他动词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五段动词。那么我们初学的同学呢，只要记得下面八个上一段动词，这样就足够了。那我们来看是哪八个？第一个是 abi masu 淋雨 m a s 在或者是有 o k i m a s 起床，ori m a s 下车。 卡里马斯介入，基马斯穿，德基马斯会能够，米马斯看。那我们来看例句。今日はこの茶色のシャツを着ましょう。这里“马斯”把它改成“着马秀”，一样把“马斯”换成“马秀”。今天穿这一件咖啡色的衬衫吧。テレビを見ましょう。那么一样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卡行动词跟沙行动词的时候它的接续方式。那么卡行动词的话呢，它只有一个，就是 ki mas。那么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那么沙行动词的话呢，也只有一个，就是 shi mas。但是这个沙行动词呢，它可以接在呃具有这个动作性名词，也就是我们讲的动名词的后面，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沙行动词。那麼我们可以说这个沙行动词就变得非常的多了。那我们来看例句。 有没有站得で、お花見をしましょう。这是お花見をします。那么要把ます换成ましょう。我们在阳明山来赏花吧。ヘヤ我掃きしましょう。这个掃きします打扫，变成掃きしましょう来打扫房间吧。明日もここに来ましょう。明天也来这里吧。来,ま变成来,ましょう来吧的这个用法。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这个助词这个 d y 的这个用法。那这个 d y 呢有好多种功能。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在数量词或者是这些 min a 或者是家族或者是 ZEN e n 人部等等这一类表示集体的这个名词的后面的话，那么这个表示这个数量的这个状态的用法。那我们来看这个练习。a んな歌歌 m a s 那么整个句子我们把它连接起来会变成，みんなで歌うだいましょう。我们全部一起来唱歌吧。所以这个みんな它是表示全部的人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所以みんなで表示这个概念的一个状态的用法。みんなで歌うだいましょう。我们全部人一起来唱歌吧。ふたり六人つくります。好，那么句子组合起来会变成。 二人で料理を作りましょう。二人で一番の个个集体的な概念を作りで我们两个人料理を作りましょう。来做で理吧しう。家族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我们全部的家族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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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全部写真を撮りし家人一起来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来照相吧 三人お泳ぎます会变成三人泳ぎま呃，三个人一起来游泳吧。所以三人で这个表示一个集体的一个团体的意思。三人で泳ぎま三个人一起来游泳吧。好，那么这里学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呃集体的这个助词概念で的这个用法。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好，那刚才我们练习的这个助词“で”的用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句型。「你記右比ば家族有人的有名な的お花見をしましょう」，这个礼拜天的话呢？ 家人四个人一起在阳明山来看花、来赏花。那么这个句子里面的话呢，呃，有两个 day。那么第二个 day 的话，我们学习的是动作进行的场所的用法。所以这里 k a 有 o k u n i day 的 day 这个 day 表示那个呃集体的概念的那个 day 的用法。有 u m e z day 这个 day 表示后面动作 ohana ni o s h m a s 这个赏花的这个动作发生的场所的用法。所以这里两个 day 是不同的用法。 那我们来看例句。你该诺黑内马在二楼的房间睡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day 就是表示动作内马它发生的场所在二楼的房间里。康米尼的阿鲁拜多西马斯在便利商店打工，所以这个 day 就是阿鲁拜多西马斯打工的这个动作发生的场所，这个 day 在 i 我们来做练习。有没讲？ お花見します。好，那么句子会变成。陽明山でお花見をしましょう。在阳明山来赏花，这个 day 就是赏花发生的这个场所。デパート買い物します。你会变成。デパートで買い物をしましょう。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吧，这个デパートで让 day 是买东西，買い物をしましょう的发生在场所。 横浜、中華街见物之します会变成横浜で中華街を见物します。好，在横滨呃来这个参观，来这个看这个中华街，来这里观光。这个中華街を见物します的场所是在横浜で，在这个横滨。北海道スキーします会变成。 北海道でスキーをしましょう。在北海道は滑雪場。所以這個北海道で是這個後方の動作でスキーをしましょう。滑雪吧はこの動作を行います。今日は私たちの第三種この動作ですよ。今日は私たちの第三種この動作です。 这个肉包很好吃，你不来吃吃看吗？它表示有客气的询问的这个用法。那我们来看例句：伊兄尼七七呢咕噜马得伊去马森嘎，要不要跟我一起搭我爸爸的车去呢？所以这个马森嘎有表示询问、邀约的意思，非常客气的在询问。我叫农民马森嘎，要不要喝茶呢？用马森嘎用否定疑问句来表示客气的询问。 今日はこの下着のシャツを着ますんが、今天要不要穿这件咖啡色的衬衫呢？テレビをみますんが、要不要来看电视呢？チョコレートを食べますんが、要不要吃巧克力呢？この日曜日に、有事で着ますんが、这个、要要来家来この おいしい食べます。好，那么句子组合起来会变成。この肉まんはおいしいですよ。食べませんか？这个肉包很好吃哦，你要不要来吃呢？所以这个ません有表示客气询问，那么另外有邀约的意思在。食べません你不吃吗？この小説面白い読みます。那么句子会变成。この小説は面白いですよ。読みませんか？

那个电影很有名哦，你要不要来看呢？好，那么这里我们学习到的是这个 masenga 用来做很客气委婉的邀约的意思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句型。阿诺先生の教え方は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ね。在这里的用法，那这里的话我们学习到把这个 mas 或者是 masu 换成表示方式或者是方法的 k a 变成オシエカ a 那就变成了一个名词的这个用法。那么另外呢，あのセンセオオシエカダはワガリ i シイですね。这里ワガリヤシイ一样是把マス或者是 s シオ换成容易表示易于怎么怎么样的 s シイ，或者是难于怎么怎么样的ニクイ的这些复合词的用法。好，我们来看这个练习。オシエ s ス加上カ a 那么要把 s ス换掉，就变成。 オシエカダ变成这个名词型教法。アルキマス，那么加上ヤシイ，那么把它变成一个复合一形容词的用法的时候，那么要把マス换掉，就变成アルキヤシイ，容易走的，那么它变成一个一形容词的用法。ジグリマス加上カダ，好，那我会变成ジグリカダ做法，这是一个名词型。 話します加上カダ就变成話しカダ说法。読みます加上やすい好，那么整个会变成読みやすい就变成一个一形容词，容易读的。使いま s 加上にくい怎么会变成 n いにくい很难使用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复合的一、e、形容词的这个用法。好，那么这里我们学习到的呃两个复合词的用法，一个是把它改成 kada 变成一个名词型用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呃变成一个一、e, 呃复合一、e、形容词的用法，变成什么什么压碎什么什么你 i 以 u i 的这个用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这一课的生活短剧，那么先来看这一课的 VCR。 その学校へ行きましょうかはいユミさんは今日何の授業がありますか会話、文法、そして古典文学の授業があります古典文学は難しいですかええー、でも先生の教え方は分かりやすいですよ授業は何時までですか5時までです今日アルバイトはありますかいいえ、ありませんよじゃあ二人でお鍋を食べ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ねじゃあやつ鍋を作りましょう

台湾、文法、そして古典文学の授業があります。有绘画有文法、然后呢、还有、古典文学の葛藤、そして、接续词の用法、然后。古典文学は難しいですか这个古典文学は何吗のええ、是的很难でも、でも、但是、先生の教え方は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よ。 但是老师的这个教法呢，非常容易了解。瓦卡利亚斯就是把呃瓦卡利马改成复合一形容词用法，变成瓦卡利亚斯很容易了解的。这个瓦南吉马德斯那这个课程呢到几点结束呢？五吉马德斯到五点为止。Q 阿鲁拜多瓦阿里马斯嘎，那么今天有没有打工呢？伊的阿里有不没有的。 加，弗达里我那有塔贝马森嘎，那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吃这个火锅吧。弗达里得，这个得主要是这个呃集体的这个一个状态的用法，两个人一起做。我那边有塔贝马森嘎，这个马森嘎我们刚刚学习到了，就是表示邀约的意思。伊的是呢，好啊。加，亚塞那边有吃格里好吧，那我们就来做这个蔬菜锅吧。吃格里马变成吃格里就这么做吧。 嗨，首先嘛，小好，那么就这么办吧。我但是么，替之大姨妈事，替之大姨妈事是指帮忙的意思。好，那么我也来帮忙。好，那么我们啊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一课的练习。

ええでも先生の教え方はわかりやすいですよ授業は何時までですか五時までです今日アルバイトはありますかいいえありませんよじゃあ2人でお鍋を食べ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ね じゃあ野菜鍋を作りましょうはいそうしましょう私も手伝いますはい同学们都練習的非常好那么请同学们多多的练习自然而然就会把日文记熟了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请加油那么接下来是你知道吗 People in Japan 的单元我们欢迎蔡清玉蔡老师 Nasama k o n i i w a 我是小玉老师 t o m a j a n s e n s e 带你一起来了解真正的日本人。你知道吗？刚刚到日本工作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习惯。其实，在日本生活还蛮惬意的，东西很好吃，衣服又很漂亮，小假日就约约小会，连续假日就一季节赏花、滑雪、泡汤。 虽然广告公司的工作很辛苦，但是身旁的同事个个聪明有才气，做起事来十分过瘾。大家也都很照顾我这一个从台湾来的外国人。若要说有什么不方便，大概就是日本有许多规矩让人无所适从。表面上不讲明，墨守成规，没有人会告诉你的规矩，比比皆是。 都说，在东京人、京都人的家里面，主人要是拿出お茶渍け茶泡饭出来，请你，就是表示要请你赶快回去了，已经坐太久了。又像是免洗筷子，わりばし，用完后要放回原来的纸袋子里面，还要折一角，这样才算有礼貌，别人也才知道这个是用过的，不会再重复使用。 这一个规矩，我也是许多年后才知道的。我曾经问过跟我一样也是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一个规矩，因为日本人他是不会提出来纠正你的，所以懂得察言观色是很重要的事情。除此之外，日本人还是有很多很亲切，有很多很有默契的地方，譬如互相礼让的。 豆豆精神，每次从台湾回到日本的前几天，过马路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停下来，要让车子先走。这时，对方也会同时的停下来，要让我先过。于是，双方都停下来，面面相觑，有点小尴尬的时候，日本的车主就会用手势或者是嘴型说三个字：“豆豆，请我先过马路。” 相同的情形，早年在台湾，问长也是会探头出来说三个字，但绝对不会是多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开车的时候，在当趟 ow 的红绿灯，如果我遇到行人，没有停下来让他先过，有的时候也会被指第三指。我一直都很佩服东京这样子的一个都市。 不论是西装笔挺的上班族，还是奇装异服的青少年，每个人都非常的遵守规矩，互相礼让。大家走路都是同一个方向，也不会有人插队。以前我记得每天都必须要通车，要在西布亚駅社涉谷站转车，那里的人潮之多，没去过的人恐怕很难想象。 简直就像五月天的演唱会要开场一样，虽然非常的拥挤，但却很有秩序，因为东京人知道这才是最迅速、有效率能够达到目的地的路。在日本生活很舒服的原因，是因为出门走路在路上、吃饭买东西，很少会和人出现摩擦，产生不愉快，大家都是笑眯眯的，礼让的人很大方。 被礼让的人也会很诚恳的道谢，使礼让的一方觉得心情非常的愉快。日本从小被教育要“亚さし就是心地善良，懂得替别人着想。人们常会说人际关系很重要，这里的关系是指朋友或者是同事，也就是那些认识的人。 但其实和不认识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一天之中有很多的时间，像是搭捷运、走在路上、出去吃饭，周遭的人都是不认识的。如果大家能够体谅别人的感受，不要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互相礼让，摩擦冲突自然就不会来了。假如我们也能够像日本人一样。 把斗狗的精神随时牢记在心，挂在嘴上，那么我们的社会就能够更温暖祥和，人文风景也会跟着漂亮起来，生活的快乐指数也会跟着提高。我是小玉老师 t a m 先生，我们下次见 m i n a s 好，那么最后是怀念歌曲的单元，我们今天要来欣赏的是《Haru ga kita》，春天来了。那麼欢迎国芬老师。 咲くとに咲くのにも咲く鳥が鳴く鳥が鳴くどこで鳴く山で鳴く里で鳴くのでもなく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今日の歌は春が来たですこの歌は 長く寒かった冬も終わり、誰もが楽しみにしていた春の喜びを歌っています。1番では、どこにいても春の訪れ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様子ですね。2番では、春の訪れとともに花が一斉に咲いている情景を描いています。3番では、鳥たちも春を迎えて、 嬉しそうに泣いている様子を表現しています雪の多く降るところでは毎年人間だけではなく植物や動物も春の訪れを楽しみに待っているのですね春春山山里 さと。里の。の,の。鳥。鳥。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到的 m a r s h a l 还有 Marcinka 等等这些用法，那么请同学们多加的复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也谢谢邱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下次再见。